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测试的关卡是神庙试验案高级。好，我使用队伍是两只火油，然后魔羊、黑狗跟一个满级的小魔女。基本上，有这些主动技的来讲，这是哪一关啊？没写关卡还是？有一颗蛋啊，攻击力暗蛋的话，攻击力999。血很少，300而已，所以只要小魔女或者是火游戏 D 好一次就可以全扫掉，所以没什么差。还有第七关啊，一开始我们先除 CD 好了。第七关跟蛋而已，就这两个问题而已，其他不是问题。顺便可以看一下我回血量大概多少，应该会回很多，因为两只火游2.25的回复力蛮高的。所以血量应该不是问题啊。好，因为这一关攻击4000多，所以每回合回2000多就可以了。基本上连三颗就已经2000多了，所以只要不断新珠应该就没问题。哦，带一只小黑狗来，主要也是为了克制这个问题。CD8的。哦，血量要稍微看一下，没注意的话就没血了。因为不晓得，哎呀，可能会 K 掉了。因为不晓得什么时候遇到那颗蛋了，所以 CD 挤满会比较保险。哦，也都挤满了，所以没差。攻击力还好，没有很高，因为 2.25 倍的攻击力。没连到。狙在这一关应该会蛮好笑的。那个这一关多要5 combo，所以。应该就是我的极限哈，3到5 combo 嘛哈。但是前面我们要先通关再说。骨头哎。先出现骷髅头，我们就锤大力一点。当然，目标还是这一只比较保险。小魔女锤我是觉得还好。哦，攻击力有点不够。主要的攻击力是靠火啊，因为我有两只火的，按的那只攻击力太弱了。小黑狗，所以爆发了只有魔羊一只而已。当然队长或副队长可以换一只，怎么这一只啊？奇怪，我怎么没看到这一只？哦，有对啊。
攻击力2298 2256，我血够啊，打起来应该蛮痛的。 CD2 9万多，开一支看一下威力，抓羊好了，不要浪费这种技能。所以队伍的总血量记得要2256乘以2，要4512，应该不难啦、啊、只要等级稍微有上去的话应该都是还 OK 的。而且回复量还蛮够的，所以 不怕被锤。抓羊的小魔女，那是来冲人数的。当然这一队你编火队可能会比较好、啊、因为火队的话可以转星转属的话，你火油跟朱雀火狗搭配将会比较爆发，才比较有感觉。变吧。随机转换没什么差，哎、欸，是每回合吗？哦，首回合，我要是每回合就难搞了，不能绿珠。九大，怎么遇到这种状况？3000，3611，加上1150，加上1140，满血不会死，满血不会死，什么奇怪的理论？这样，是蛮夸张的。哇靠、哦！我刚没有注意看关卡资讯，不晓得可以打成这样，差点被狙击掉。因为左边那只伤害蛮高的啦，3000多。我一开始就捶他了，又不晓得三只一起下来这么痛。哇，打这个神庙可以打这么刺激，实在是太夸张了。所以不能小看每一只那种小兵啊。对啊，他只是小兵而已，怎么那么强啊？我还是赶快把这 CD 的处理掉了。
越是看似简单的关卡越不能轻敌啊。哎呀，我好像没遇到蛋欸，有这么 lucky 就对了。发动攻击会无视，那我还可以再集一次CD。所以多带一只火油的确是有必要的，因为那个蛋是随机出现的样子。照这样来看的话，我现在就是五 combo 以上的水准就要出现了，因为现在不五 combo 它就不会扣血啊，三到五嘛，所以我四 combo 就包含一下了，好吧？趁现在爆发啊，因为我要留几留那个补血的。我不晓得补血量够不够。嗯，我忘记哦，康博输了上去。看来我可能会留在这个四康博的水平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。那个没办法，这个要把我的潜力给逼出来，不然我要可能要打很久。哦，又是满血，满血就开都没关系。哦，好多水珠哦，而且没新珠哎，太屌了！没新珠没关系，我们先开再说。哇靠，太多水珠了啦！不足 combo， 被卡住，差一我就知道。好，非常好。所以有六七以上水准的应该觉得说这个关卡简直是简单到不行的，但是我不是那种水准哦。哦，大概三到五，现在就是强迫自己一直要做到，要做到五息啊。好，又是满血，再来。五。嗯，来不及转，刚好思考了一下下，所以来不及。K.O. 有没有掉卡？不会掉卡啊！好，这个是神庙的什么？忘记名字了。试炼神庙试炼案。好，以上这个高级关卡大把给大家参考看看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